哎呦我去！咱们的泡泡零星历经3个月啊，终于卖掉了，成交价也高达1888，终于有钱更新咱们的五大堂了。咱们的五大堂不是没有化身四嘛，所以咱们更新一个魔兽镜啊，充当一个金刚护法技能，漫天套装也十分实用啊，虎门大堂刚好可以用啊。另外啊，咱们不是停129级吗？129级的招牌袍那肯定是叶罗刹了，咱们搞一个7技能全红叶罗刹啊，只要5K，感觉挺便宜的，试试咱们叶罗刹的攻击效果啊。哎呦我去，这恶豹！感觉还可以吧，不过我更喜欢未经接的啊，咱们切个造型。哎呦我去，这粉色很骚嘛！哇，这连招打得很顺滑呀！一罗刹未经接的感觉，连击的那个瞬间啊，好像很丝滑，啊，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。咱们再抓个鬼啊，咱们五大堂什么东西最拿手？那肯定是抓鬼最拿手了，吃延寿对不对？把小怪给秒一秒。然后五大桃直接横扫千军，3000开刀，伤害很高啊。2个大桃扫完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OK 啊，只输出2个大桃。那血鬼的话更不用说了啊，现在还是晚上，夜游杀速度很快。不是吧？装备没配完，难道扫不完吗？OK 啊，没有一个鬼能抵住咱们五大桃的五扫。每个大堂都需要2个4孔啊，我一个定武器，一个定装备啊，咱们把这个项链啊给开个5孔。第一次啊直接成功，已经2孔了。第三孔，我去，连续3次开孔成功，不是吧？这开孔也太简单了吧？那我就随便一点点，会不会120万直接开了4孔？啊，没有啊，那果然咱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。不过。呵呵呵，160万加个开孔符，直接开了4孔。我就想问啊，咱们这开孔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吧？你们开4孔得花多少钱？咱们之前五大堂里面还有几个海毛虫啊，咱们把海毛虫给练一把，出几个高资质的、高成长的啊，咱们也能给大堂用，攻速特别快。啊，现在随便合一手，出个海毛虫，看资质啊，资质的话无所谓，主要看成长。1.12，我操你个猴子啊，跟没体一样啊！咱们继续回补啊！哎呀，技能还是2技能，再回一手啊！我去，泡泡，操你个猴子！我什么情况？还给一个4技能泡泡？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啊！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就是一把赚钱，趁热打劫啊！咱们继续再回一手，4+3+1，拉闸出个直音。哎呦我这只鸡啊，赶紧放了！再买几个4孔的绕泳装备啊，再打一个10段的红玛瑙。OK 啊，这样的话咱们又多了一件4孔的绕泳头盔，再从淘宝哥买下别的装备啊，凑齐5个号的虎贲套装啊。好了，装备凑齐了啊，大概攒攒是，大概就是12段的武器，10段的衣服，基本上都是4孔的衣服加上4孔的武器啊，这样的话就能凑齐2套的无形插柳了，建设嘎嘎猛，是时候检验咱们武库大堂的实战能力了，杀一个青丘，试试水，杀青。
遇到 boss 来了，其实咱们五大堂伤害说实话还可以啊，就是因为咱们是哭大堂嘛，动不动就死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头痛了。现在因为我们还没配后排嘛，后排配上的话咱们搞个2000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2000血的话，这样的话正常杀人应该不会死的嘛。叔叔真的还可以啊，各种抚慰经脉。有些兄弟说，麻虎你至少配一个恢复吧，或者把强生点一点。那我只能说，强者的世界千篇一律，大堂这个门派才能各领风骚呀。下一期的话我也会出一个星云机的五大堂啊，跟咱们的波哥也可以探讨探讨啊。波哥的话虎纹大堂确实玩的比较溜啊，向他学习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见。